来。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九人，已足法定人数。好，进行报告，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29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7月4日上午9:06至9:47，下午20:34至5:30，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赵委员、天麟等15人，列席委员陈委员、廷飞等28人，列席官员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等，主席陈召集委员齐迈。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与主席宣告，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及相关部会，将最近与对岸沟通的所有相关文件及传真，稍后提供给委员会后等，增列105年6月30日 VOD 摘要文字为附件资料，详如附件一。本案采举手表决方式，在场委员10位，不含主席，赞成者6位，反对者0位。讨论事项。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9人依据《公寓纳价管理条例》第16条及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等5案未及处理，散会时间已届，散会，宣读完毕。好，那个，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这个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好，等一下。啊，这个国民党的徐祯蔚委员等有提一个议事录的意见，我请议事人印给各位。这个请各位委员尊重一下，好不好？好，要尊重主席，好，不要直接指挥议事人员，好。印好了吗？
好，那个各位委员，各位手上都有拿到这个徐正伟委员所提的，啊，只有一个提案人啊，也不够啊，也不够啊，只有一个提案人啊。来，那个请国民党党团签一签。要用党团的章啊。
高。我现在做不来，我还被主席选上，我在绑架吧。思路一条路，估计嘛哈。一般有意义嘛哈。意义就是李伟的意义嘛，李伟意义在这里。嗯，还讲啊，一把迄个呢？一把。主席宣告你议事规则来的是送上。请去叫某个主席叫行处理的，或者是重要事项，这个倒不是。议案决议吧，好，表决可否？还是其他事项？重要的事项要记录在议事里。马建的，马建，他补盖的。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陈怡杰委员提出更正议事录提案。针对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二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其中主席宣告，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及相关部会将最近与对岸沟通的所有相关文件及传真稍后提供给委员会，注记所有公文文件及传真需依据国家机密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处理。宣读完毕。好，这个我们议事录做以上的这个修正，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有没有意见？好，假如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议事录。后面这两张有拿掉了吗？就是昨天这张，请教主席，这张有拿掉了吗？有照这个更正。各位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这个主席做以下的宣告，哦，我们议事录确定了。我们委员会啊，在审查议案。不管是担任主席或者是委员，都必须依照议事规则来进行。那议事录有没有错误遗漏，那你必须按照议事规则来做处理。那议事录记载的部分，在我们立法院议事规则第53条里面就是非常清楚，是哪些该记载，哪些不该记载，这个在过去都有惯例可循。那假如说在会议的这个开会里头，当主席在进行宣告的时候，那台下有委员有异议，那理当要尊重台下的一个委员。假如主席自己宣告，那也没有取得多数委员同意的时候，那这个宣告是属于主席个人的宣告，这个不代表委员会的一个决议，这个必须是说明清楚。我在这里做第一点的说明，这是主席的宣告，这是我的宣告，主席的宣告，我也要求要记录会议记录。那第二点，我反对任何的党团用法案去绑架整个委员会的一个会议的一个进行跟议事录的一个确定与否，我必须表达我个人的一个立场，这是主席的宣告。好，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主席，你怎么看？我有程序问题哦。你有什么？讨论事项，审查本院委员。两岸黑箱。好，休息。这样叫做。
要还给你了，送给你，哎，来，好，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讨论事项，把它拿掉。主席要求议事员把这个拿掉。来，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9人，委员李彦秀等16人。议事人员，那个这个把它拿掉。我要准备提案说明啊。好，我们请这个。来，念完了吗？委员王玉明等19人，委员李彦秀等16人，委员卢秀燕等16人，委员邱志伟等18人，委员姚文智等20人，那个、人分别拟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5案，宣读完毕。议事人员，把它清楚。这个不是，这个是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在提案讨论。那假如你要大闹内政委员会，你就继续闹。哦、你就继续闹，你就继续闹，就让所有全国的百姓看到说黄昭顺在大闹内政委员会，大家要开会，结果还在恣意的表现这种野蛮的这种在野党杯葛议事的进行。大把的主席，为什么我们程序问题我们不能讲话？好，只有你可以讲话。来，那个程序问题1分钟，来，我看你讲什么程序问题，看你会不会开会。你不要这么丢脸好吗？主席怎么这么丢脸？时间开始计时。我想一分钟。对于今天这个议事录的记载，后面加注的那几个字，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头，我必须要说，全中华民国立法院所有的公文，都必须要按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去做的。有没有注记，其实是多此一举。今天为了议事的和谐，让议事可以进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把主席已经宣告的东西再度把它说要用人数多数决来表决。如果今天这件事不能够回归到正常，我想立法院永无宁日。苏嘉全院长那天也同意，如果院长在宣告的时候我们现场委员的不在，然后隔了几十分钟回来，我们能不能够再去推翻刚才主席的宣告，所以我在这里郑重的警告，再用国会暴力用这种方式。好，那个黄昭顺委员没有提任何程序问题，只是在宣泄个人的情绪。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议事，来，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程序，来，那个请第一位我们姚文智委员做提案说明。啊，别吵了啦，别吵了啦，这跳针乱吵。议事录逐字的 IBOD 的记载都非常清楚了，大家看就知道有没有当时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杯葛议事的进行了，再杯葛要把你送纪律委员会。来，姚文智委员。好，这个我们其实是乡人为国啦，啊，我们觉得说。为了让更多的民生法案，更多这个对社会大众、对国人同胞有积极意义的法案能够进入审议啊，而不要让一个这个都已经在立法院国会殿堂将近30年的一个同仁啊，竟然用这种无知、很蛮憨、无理的这个不断在杯葛议事。让我们内政委员会被看笑话，所以我们大家忍耐，大家忍耐，大家忍耐，因为有的人就是一辈子教不会，有的人就是一个笑话。我不能有发语词吗？这是我的感叹啊，对，你们有很多感叹啊，当我今天要讨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时候，我想到那么多人，大家还在等待很多的公寓，他们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看到这样开会的品质，我感叹啊。好，大家乡人为国了哈。好，我今天提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8条的修正案，其实也很简单哈。其实我们的社会不断在发展，那我们公寓大厦也已经是整个居住的这个在城市的环境或发展里面已经是主流了哈。
但是我们每个月缴交的管理费，它有的数量其实是非常的大。那有些比较小额的，他做日常的开销或者是修缮的准备保养，好，那有些好，他可能是这个重大的哈，重大的类似也是修缮哈，或者是改建哈，这些东西都应该有一个妥当的处理哈。那我们实务上碰到很多陈情，也就是很多公益大厦他。在现有的法规里面啊，他利用定存啊，或者是活期存款，那在做这样的运用。但是真正遇到必须要这个，若真正必须这个定存啊，它的利息比较多啊，但是真的需要重大修缮的时候，他碰到这个利息的牺牲了哈、啊，利息的牺牲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大厦就跟我陈情了哈，所以我这个提案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十八条公益大厦的公共基金里面哈，那经过区分所有权人的会议决议的话，他就可以交付信托啊，也就是说从过去的这个活期存款或定期存款啊比较呆板的财务处理方式呢，那增加一个信托的选项啊，让这个基金的运用只要经过区分所有权人，也就是整个公益大厦它的类似的股东会了哈，公益大厦这个整个权力机构他们来决定如何运用，可以加入信托一条啊，加入信托一条哦、啊，这个方案很简单，那请大家这个参酌以上。好，谢谢姚文智委员。那现场我看一下，还没有提案的说明委员哈，等一下有说明委员到场的话，我们再请他补充说明。接下来我们请内政部的这个花市长。啊，这个抱歉，我先介绍一下列席官员啊，让我们这个委员能够了解一下。啊，花进群正次啊，今天这个叶部长请假。营建署的许文龙署长，建筑研究所的郑元良主任秘书，然后包括农委会、法务部、卫福部、金管会、财政部都有派员列席。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花市长说明。来，对不起，请问主席，我是针对刚刚姚委员的提案，还是针对今天所有？针对全部，全部的。好，好，谢谢。好，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好，首先向委员会对本部的业务的支持表示感谢。今天仅就贵委员会所提的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修正案共五案来有关本会研析的意见来提出简要的报告。第一个包。关于外墙面防坠设施的设置，委员邱志伟等十八人提具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八条的条文修正，拟增列公益大厦住有65岁以上长者，得于外墙开口或阳台得设置不妨碍逃生且不突出外墙面的防坠设施，本部原则支持。第二项关于强化外墙安全，委员卢秀燕等16人提具公益大厦管理条例12条之一以及49条的条文修正，明定建造完成逾20年之老旧公益大厦，应定期检查及维护外墙瓷砖等设备。另外，委员李秀燕等16人提具公益大厦管理条例13条的条文修正。明定公益大厦之外墙装修材料发生脱落情况时，应主动通报主管机关列管，其所有权人或管理委员应于1个月内检修更换。关于这两个修正案，本部意见如下：第一点，依据建筑法77条第一项的规定，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应维护建筑物合法使用及其构造及设备安全。有关外墙瓷砖剥落，如果经认属于未维护建筑物的合法使用，与其构造安全所致，
得依照建筑法第91条第一项的规定，处以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新台币6万块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定期改善。如果公寓大厦如果公寓大厦是公寓大厦的部分，亦得以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要求管理委员会维护。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执行的话，即造成影响住户权益，得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48条，处罚主任委员或管理负责人。第二点，为因应外墙饰材剥落意外等问题，经本部邀集相关机关及地方政府研商讨论，初步建议将外墙饰材评估检查纳入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申报项目，明定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要定期有定期检查的义务，这样的推动时程可能较为快速。目前外墙饰材纳入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制度已经召开了6次会议，并且获得初步的共识，将由本部尽速研拟修正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及申报办法等，强制要求一定规模以上的建筑物，指的是7层楼以上且领得使用执照达15年以上，要办理外墙饰材的评估，并规定其评估的检查频率、实施日期、评估检查项目、机构以及人员等事项。如果委员会认为仍然有修法的必要，并且获得共识的话，本部予以尊重。第三点，关于动物饲养的部分，委员王玉明等19人提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第23条的条文修正，删除不得饲养动物之规定，并要求管理委员会不得以规约或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的决议禁止饲养。本部意见如下。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原则上是允许在公寓大厦中饲养动物，为饲养动物时不得有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的情形，如果有妨碍，经该管理委员会制止而不遵从，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得依规定来处罚。但因为不影响公共安宁、公共卫生、公共安全而适合公寓大厦饲养的动物种类，对于身处于同一公寓大厦的各区分所有权人而言，可能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为了考量公寓大厦管理规约是公寓大厦的自治事项，行政部门不宜强制介入。此外，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也订有动物保护法，有关动物保护的事宜应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办理。因此，本部建议，适可维持现行规定。第四点，关于公共基金管理，委员杨文志等20人提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18条的修正草案，明定公共基金得经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后交付信托，以确保公共基金妥善运用与保管。但仍保留原条文对于管理委员会与管理负责人依据区分所有权人会议执行运用任务的规定，以兼顾基金运用的安全与管理委员会运作的权限。倘获致共识，本部予以尊重。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施予指教，谢谢。好，谢谢花次长说明完毕。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询答，我是不是征求一下各位委员的意见，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条文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单纯，那是不是每位委员发言时间5分钟，不延长？好，干没事。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没关系啊。好，那我们每位委员发言时间5分钟，不分委员会。都5分钟，截止登记的时间是第一位委员发言完毕的时候，我们就截止登记。好，请第一位双位熊委员。
那个库拉斯委员来。主席、各位同仁哈，还有各位列席的官员，我请我们内政部花次长哈，营建署还有许署长，许署长来。哎，处长，我来请教了。我们今天在审查这个《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啊，我想里面也涉及到整个养宠物的住户的一个权利啊，所提出来的一个修法。这个基本上啊，我看。这个社会越进步啊，这个进步的一个法令啊会越来越多，本席也去支持这样的一个修法。但我在这边要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有时候你除了说要保障啊有毛小孩的一个家庭的权利之外啊，你是不是也该去想到相关的配套，我也不谈说它叫限制啊啊。但你如果说没有相关的一个配套的话，会不会让有心人利用这样的一个啊，这一次的法令的一个开放啊，然后呢，以后的整个公寓里面，如果变成是一个利用这样修法完以后，我在那边合法的这边繁殖啊，哦，然后到最后来啊，做这样的一个动物买卖。本席来举例，你看上一次倒塌的台南那个围观呢，他一边呢、很救人，当底下的救人，啊一边呢，哎呀抓蛇。包括播种啊，超过三百家，这个你也觉得会很奇怪。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大家有人把公寓来当成动物繁殖场，那这个是不是很怪？你这个是不是也一并来做一个规范？啊，谢委员，我想，动物繁殖基本上在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它有它的使用分区的规范。那基本上，好、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也属于农委会管辖范围，但是就土地使用分区管制部分，住宅区当然是不可以来执行这样的一种行为。好，那所以说其实是有相关的法令和制度在监管这个部分。OK， 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整个动物的一个保护啦，因为动物、宠物，哦，有时候我有时在混这话，假派混啦哦。我在这边要请教那个署长，国家公园哦，是森林馆嘛哈，林根树嘛哈，对。本席一直非常有感、啊、我从上一届回我们屏东垦丁国家公园，我在那边看到很多事情。那到了这一届呢，我也有看到了不少的事情，都一直没有解决。你像最近垦丁国家公园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是梅花鹿太多，对哦，民众一直在澄清啊。你在从你三十二年前，你从22只富裕啊，今麦几只你敢知？现在大概我所知道大概1500吧。1500哦，我看不止。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看那龙銮潭旁边呐、啊，那边种果树的、啊，拢我恁敢富裕出来遐梅花鹿哦、啊，去啊，伊也无聊，夹得上，伊就去养弄弄的，啊无就规个农作物去养只鸟料，去养打到死。啊、这个账到底要算谁的？到现在这笔账，大家不晓得怎么算呢？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啊，我们也请了专家学者，当然还有农委会啦，开了无数次的会议啦。那现在最重要的无数次啊，哎、无数次哦、啊，好几次哦，好几次哦。对呀、啊，还有结论不？哎、欸，恁是拢开什么会？恁开要结论呢、啊？会议有结论，但是说真的是难就，我现在要说明了，就是说难就难在说第一个。到目前为止，就是依主管机关农委会，他不认为这是保育类的动物了，他不认为了，他认为也。不，那问题大了，那问题大了。是，司令，你们去富裕了一大堆梅花鹿，然后农委会告诉你那个不是保育类，他不是说不是，只是说还没办法证实是。还没办法证实。当林阿伟没有办法证实的时候啊，已经造成我们当地啊国家公园那边农民农损了。是，这个你们都知道嘛？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然我们知道。林武啊，一讲嘎嘎，那个阿伟成熟啊，全部养嘎嘎的喂。啊，我的规章球啊，我讲，规章球啊，弄东西你知吼？我们都知道。啊，对啊，你讲那梅花鹿要搞了，你讲伊很弱小，伊我都拱规章果树弄个弄弄个死。那个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啊，对农民来讲的话是很大的一个灾难了、啊。那现在呢，又除了龙害以外啊，也造成森林的问题了。有人建议了要去捕猎了，
可是我又觉得那个太残忍。可是总是我们要有一个作为出来。现在你老建议说电网的，对不对？我说 你用电网，你偏偏那么当。你没有告诉要点梅花鹿，你没有点到人。要解决啦，这个看有什么办法无啦？啊，无你嘛，那个动物你嘛，牵一挂送外交部，看咱有邦交的有偌济人，全部拢甲送上诶。是啊，我们现在也就是说看各地方哈的主管机关，如果有这个啊有这个需要，或者说他们愿意来饲养的话，我们会送给他，会分一些出去了。这个就代表什么呢？像比如说马祖现在有说那可以考量让他们来养，送给他们养这样。这个这么久的哈，我树立我的更一了。这个没有理由说我们政府机关当初美意啦，这当初真的都美事一桩啊。你要掠来，遐本地到什么梅花鹿？那是你讲掠来，你还讲富裕啊？富裕了，你今嘛买你的富裕啊？肯定国家官你买你的富裕啊？啊，加税啊，我给你看，但太多了啊！你富裕刷了啥的，乌白棒，你今嘛乌白走啊？肯定如此啊，满洲也是如此啊。那个对老对我们的农民哦，有扣不被供，你知不知道？跟您讲，你哪不要端庄啊？跟他去跟乡公所讲，你看我的农作物又被梅花鹿把我弄死了，那、啊、怎么办？养不凶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证据的话，当然哈，我们愿意赔偿啦。现在目前大概你讲的哦，有证据就愿意赔偿哦。对，你这句话讲的哦。哎，这句这当然是我们是基本上朝这样方向啊。其实你拢无做啊，你嘛知影拢恁的梅花鹿啊，迄大只梅花鹿嘛拢恁的啊，啊你哪拢唔捌敢赔过啊？应该有赔。奶鸡嘛，恁梅花鹿养只那讲只死的啊。林木嘛，恁养种死的啊；树嘛，恁个养种死的啊。迄大行嘛，拢恁的梅花鹿，要那个要想办法。这个、哦，因为今天刚好啊，同样都是在讲动物了。对了，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重要的议题，当然我们会来想办法了。我们会再啊，当时也当有办法做结论出来。这个部分我不敢说一定是哪时候了。不过我们会啊，你较早的政府做了不好，恁较早讲做了不好，本时要求这个、哦。对农民的损害太大，政府针对这部分不能没有作为，好不好？好，是，好，谢谢，谢谢张委员。好，继续请赖瑞龙委员。好，谢谢主席啊，请花次长啊，请花次长。哎，市长早好，委员长，市长先请教一下那个有关于外墙面防坠的部分哈，这个65岁上的长者的部分，也比照小朋友了哈，也可以得设置了哈，这个部里面是支持的了哈，委员长支持，好，我想这个如果确立下来，其实我想小孩衰弱，老人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啊，如果说住户他再不违反相关的话，他可以得设置，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对老人的一个照顾的一个法案了哈，好，谢谢。那再来，我想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外墙的部分啊，外墙安全的部分哈。我看了一下营建署的部里面这个报告里面哈，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及申报办法的部分，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订，是不是？这个详细的内容可不可以做个说明一下？要不要请署长？部里面或署里面好像认为订的这个东西就不见得一定要修法，是这样吗？是，我们请署里面来请。是。好啊，是委员你好。那因为我们鉴于最近霸王寒流来啊，相关的外墙有一些脱落的一些现象，我们特别在建筑公安全检查申报办法里面，依照建筑法77条的这个授权，来订那个相关的这个检查的，我们规范的一些建筑物要安置检查。时间有限，可不可以讲内容就好？重点内容，7层楼以上15年执照15年以上，可以办理相关什么样的那个？就办理那个外墙的这个安全评估检查。那这样的方法有，如果这个办法订定了，就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会把全国的这些比较高年的建筑物来做一个安全的一个检查。所以7楼15年以上是你们认为要做强制申报的部分？是，这是其中一个部分。那还有其他是经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了哈，这个我整理了一份那个了哈。5年以下大概相对上看来都是还好了哈，到了10年、15年都还好，到了16年以上哈。第16年开始就会有，这个
严重的剥落的一些状况了哈。那当然越到了三十几年，当然非常严重了。所以看来是十五年以上，其实看来就会有一个比较严重剥落。我看来这个应该也是你们这一份一个主要原因是吗？是。好，这个是委托高雄的这个部分了哈。好，那我想来再探讨了哈。除了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之外哈，其实这一次的今年的霸王寒流，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了哈。整个气候剧烈变化哈，好，这个瓷砖今年就是好几个了哈，包括好台北市就四天有五十起，好，包括连立法院的群贤楼哈，我们隔壁这栋大楼也都掉落哈。在那下一页了哈。它的掉落原因其实不只是老旧建筑啦，也就是说不只是原先的规范可能认为是十五年的左右这样的一个建筑哈以上的。好，比较那个，那现在看来不见得哈，包括像这一栋的大楼屋龄只有十年而已哈，在这一次的霸王寒流的部分也受创了哈，也整个掉落了哈，还有包括甚至于哈非列管的一些建筑哈，这个并不是危楼哈，这栋也并不是危楼，但是它也掉落了。那我想要请教市长的了哈，包括在下一页大鲁阁的部分哈，这个也是高雄新开幕的哈，也是整个掉落。我想请教市长哈，就如果现行的部分的话，照现行的这个办法的部分，如果不修法，照你们的办法，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吗？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防治？我想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家会强化这些建筑物在这个外墙掉落的列管和掌握，但不可能说完全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想委员应该可以理解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办法是十五年，因为依照修法的版本是二十年以上，哦，才要纳管嘛，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办法那部里面同意纳入到法里面来嘛？如果我们不是用定二十年，而是定十五年，然后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强度给整个来做规范呢？来，请署长可以。是啊，跟那委员说明一下哈，我们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定在这个本条例的话，那因为本条例的适用目前，基本上大概只有四万栋，那建筑法跟那个建筑的那个公安那个哈，那个执法公安的那个报备的执法，其实是所有的建筑物，所以我们是比较倾向于说，是由那个执法来，或是建筑法必须在修的时候由那个建筑法。那这个部分，那如果你认为这边只有四万栋的话，如果是将来未来在建筑法上再修订进去呢？如果这个部分做更明确规范，但刚像市长讲的，也不可能完全都堵掉。但是如果你连十五年以上，看来是已经是比较高风险的一些。那外墙的部分，这个掉落都非常危险哦。如果有些高楼层建筑掉下来砸到人，这个都很严重。那有没有可能做更给不管是整个有更强的一个规范？当然，我们现在哈已经开了六次会议了哈。现在的问题大概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认为说可能会增加他们一些人力。啊，还有相关，比如说这个相关的经费等等，这些对他们是一种负担的。所以在这方面，怎么样去能够解决他啊，就能够让他建筑法的相关，我希望未来是朝向这个方向来做整体性的规范。那当然一定会的哈，定一个些东西都对地方上的，不管是他的管理或他的一些各方面，他一定会增加负担。但是如果这件事情部里面署里面认为是一件重要该做的事项的话，我认为一定会在这方面已经会。看来是十五年以下相对的哈，这还是相对的哦，因为这一阵子如果这些天气异常、霸王寒流这种状况下，连十五年、十年的都会有问题的，那更不要讲十五年以上，哦，恐怕都不是二十年，十五年以上都会有的话，我希望内政部在这一块有一个更高强度的一个法令，哦，来防止这样的一个发生，好吗？委员这个建议我们，好不好？朝建筑法来修正的方向来前进，是好吗？好。好，市长可以吗？好，了解。好，好，谢谢，谢谢。好，继续请李俊毅委员。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内政部花次长。有请花次长。市长好哈，那个麦克风开一下哈。我们今天讨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了哈，其实有很多事情，很多面向哈。我先问一下内政部的态度，来第一页。今天包括李彦秀委员、卢秀燕委员、姚文智委员、邱志伟委员，上面四个委员基本上内政部的态度都是同意这样的进行，对不对？那甚至有的你们比较进步，
哦，他不是二十年，是十五年，是这样吧？是。唯一有保留是王玉敏跟黄昭顺委员提的这个案子，就是说，以后供应大厦条例第十六条就要开放允许饲养宠物，是不是这样？这个你们持比较保留，你们认为行政机关不宜介入嘛？对，我们在觉得这是自治条自治的一个范围，我们还是尊重社区。所以其实次长我今天要问的就是，特别是我们立法委员，我们在订立任何法律的时候，我们必须取得法益的平衡衡平性，是，就是其实它涉及非常多的问题，那如何取得法益的衡平性，这个是立法委员的职责嘛？那行政机关也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行政机关该介入的，就行政机关不可以介入，应该是这样没有错。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来。那事实上，有关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是不是可以养宠物这件事情，涉及非常多问题嘛？包括我的所有权，包括我的契约自由，包括我的居住安宁权，包括我公寓大厦自治的范围，还有包括宠物居住的权利，所以这各项法益我们都必须顾及到，而且必须取得它的衡平性，才是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要不要这样修的一个衡平标准嘛？没有错吧？是。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请教啊，来下一页，我先请教哈，这个所有权的意思是什么，市长？所有权当然就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物权嘛，它对于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永久的一种权益。是我如果养很多宠物哈，我事实上我也养很多宠物了，我也养狗，我也有鸟哈，我也有鱼哈，都有。那我请问哈，如果我的宠物算不算我的所有权？就现在的概念来讲，算是一种所有权嘛，对不对？哈，所以这涉及我的所有权的问题。是。但是契约自由，特别是我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我住在这里，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所定下来的自治契约，每一个住户所签的自治契约，它是一个契约自由嘛，哦，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是宪法二十二条所保障的其他自由的权利范围之一嘛，对不对？是。那今天的问题就在所谓我的所有权跟契约自由在法益上产生冲突嘛？了解。好，来，谢谢。来，继续往下。那包括其他居住安宁，还有公寓大厦自治，还有宠物的权益嘛？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宠物算不算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人格嘛，也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嘛，所以它到底是所有人的所有权，还是它是有单独的个体的权益嘛？这个我们必须衡平嘛。是哦，那市长你怎么看？我想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宠物，当然他在所有权的部分当然要充分的保护，当然也对于他的所有物的必要合理的一个管理，哦，避免对于他人造成那些骚扰和危害，这也是所有权人的一个责任。来，我现在请市长继续往下看，来，那事实上这个相关的法律还不止这些啦，还有我包括民法的适用，包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适用，这次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十六条是这一次主要讨论的目的嘛，住户饲养动物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公共安全，但法令或规约另有禁止，饲养之规定者，从其规定嘛，这是原来的条文，对不对？那王玉敏、黄昭顺委员就是把这个修掉嘛，他认为是可以吧？就以后就不可以禁止嘛，没有错吧？好，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来下一页，来，请问次长哈，这是宠物还是动物？动物，动物，我在公寓大厦可不可以养这个？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麻烦。可不可以？如果依照他们的提案修法是说动物的话也可以养啊，那我这样我也可以养啊，我在公益大厦也可以养啊，你凭什么禁止我？是不是？是。所以这个修法是有问题的嘛？如果我在公益大厦里面养一个这个，我家里大啊，我养一个这个可以吗？因为照他的修法，以后这个也可以养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啊，这个是什么？就是牛嘛，牛通常不会是宠物吧？是。事实上，来下面。事实上，我们的动物保护法对什么是动物、什么是宠物有明确的规定嘛？如果你这一条要修，应该改为宠物嘛，而不是动物嘛。所以他根本没有修嘛，他根本没有修啊，他就告诉你说动物，那我以后在公益大厦里面养牛、养猪，通通可以啊，养梅花鹿哦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法益上的问题嘛，是这个是修法不完整的问题嘛，对不对？来继续。那事实上哈，这个权益上、法益上的冲突哈，过去有很多的例子。来，次长有没有看过这个例子？我住在三楼，我二楼有人抽烟，我不抽烟的人，但是我二楼有抽烟，结果烟味飘到上面来，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你知不知道过去法院怎么判决？请委员指教。过去法院的判决是二楼要判赔啊，
你二楼抽烟，哎，我的所有权，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抽烟？我高兴抽烟抽烟呢、啊？但是问题是，二楼的所有权，如果那个烟味飘上来，影响到三楼健康，法院判赔啊。再下一页，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公寓大厦的管理，他告诉你说要有车位，但是有人把车位当成机车停车位，这样可不可以？我知道有些社区是规定不可以，有些社区规定不可以，是有些社区规定可以。是，那这个案例是怎么样？他禁止停机车，他说我们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我们的自治规约里面，我们就说这个只能停汽车，但是法院判的是可以停机车。来，下一页。还有啊，过去还有这个例子啊，我在屋顶上，我住在最高楼，我住在21楼，我21楼上面加盖一个庙，加盖一个庙，那如果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是 不行的、啊，所以他要求拆除，是，那结果对方就去告，所有权人去告啊，那结果法院判管委会胜诉，所以这个问题很多啊，那住户擅自更改这个管线也是管委会胜诉。哦，那住户自己家外墙、自己家铁窗，管委会败诉，所以发现没有，次长，这个其实是我的所有权的居住的法益，跟我所谓会影响到他人的法益，特别是我在参加这个公寓大厦管理自治规约的时候，这个契约的法益是彼此冲突的嘛？是，这个彼此冲突到底要怎么解决，还是依个案而有不同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修法改成说，第一个动物都可以。这个我反对，是第二个改成说以后就可以住公寓大厦不能约住，我认为这个也不合理，是因为我们必须在这个所谓的法益的恒明性必须照顾到这个，这个才是立法上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是，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有关任何的法律，大家都必须考虑各种法益的恒明性。今天不是说啊，我支持养宠物哦，我支持动保，所以我就很明确的做这样的修法。做这样的修法问题产生一大堆啊，是，所以做一个立法委员，我这里当然也是跟我们所有的委员共同来勉励了。我们做一个立法委员，我们必须站在各种法益，然后如何取得法益的恒平性，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重点，真正应该做的。而行政机关也应该非常注意这个，如果不该涉入就不该涉入嘛，对不对？是，好，所以我今天的结论，从你的口中里面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有关公寓大厦管理，我们希望它越来越好。哦，那所有刚刚委员的提案都改过了，那只有这一条我们内政部保留，那事实上我个人也保留，谢谢，我认为这个修法不合理。但是我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但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真正的问题不仅出在这里，这里都是都市的角度去处理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以我们嘉义市来讲，我们嘉义市有登记有案公寓大厦管理，大概公寓大厦大概有200多栋，那里面成立管委会的只有48栋，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南部面临到公寓大厦管理的真正问题，请内政部好好的研理这些问题，谢谢。好，谢谢，谢谢委员。好，继续请陈怡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有请花次长。有请花次长。委员好。次长好。礼拜四会有一个强台嘛，哈。那所以这是我们蔡总统首任，就是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台风。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中央这边有没有做足什么样的准备？那像内政部这边在于警消这部分有做什么样的一个防范措施了吗？跟委员报告，那这个台风，当然我们从目前的路径看到，它逐渐往南偏，那也变成强台的机会在增加。那当然，我们大概开设这个紧急应变中心，这个准备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今天下午哈，院长在2点多就会到中央防灾应变中心。那我们部长哈，如果说下午我时间也可以允许的话，我们都会在院长之前，我会提前到中央防灾应变中心来进行一个事先的一个演练，让我们在第一次的面对就可以比较快的上手。早上我们在开我们部里面的舆情晨报的时候，也已经在更进一步的要求和了解，从中央各相关部会还有各地方政府准备的状况，那目前回报都已经准备待续。那所以对于这一次强台的防范准备，非常已经有足够的信心。
我们会尽力准备。哦，会尽力哈。是。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有关那个，因为新店有一个养老院照护哦，那他在八楼失火，这个您应该了解嘛？有掌握的、嗯。对，那发生火灾之后呢，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的。造成很多可能行动不便的老人可能就没有办法逃生了。那现在呢，也有人就是想要立法说，那未来可能就是照护的这一块或照护机构以后只能设立在一楼。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修法，就是市长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想这部分可能我们还要再进一步讨论和研议了。我想这个要求我不敢确定，原则上应该也不至于到不能设在二楼以上。所以是不能，因为社家属已经严拟要立法，他就只能设在一楼嘛。那所以你是觉得不能够设在二楼以上？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能都还要再进一步再沟通了，要看什么样子的安养状况。却如果说绝对几乎都是行动不便需要人家搬运的，那当然我觉得这部分可以讨论。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这个老人安养。所以是依这些就是老人安养的状况。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对这个不对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那所以行动不便的会不会认为说他们把它移到譬如说一楼到时候如果发生火灾或者紧急状况的话会相对的比较方便于处理呢？这会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状况了，因为每个建筑它的防火或救灾的这个能量或准备其实也不完全一致所以说有些建筑它如果整个设施设备比较完善的话，其实它当然是有比较可以大的弹性的考量，所以我才说这个。不过我们会再跟相关的单位再更细致的去研议。但如果今天真的就是照护机构很多，其实都是在高楼层哦，所以如果行动不便，而且又加上这次新店大火这个部分，我还是建议市长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啦。谢谢好，好，那我们今天有讨论，就是有关几个版本。首先，之前已经有规定，如果12岁以下的儿童哦，公寓大厦是可以设置在一些防罪的设施。是。那到底内政部有没有统计过，说有多少栋的公寓大厦实质上是有这么做的？而有这一些防罪的措施，到底占了多少的比例？我们请营建署同仁好不好？包委员，我们现在是有说，我们已经有定那个防罪措施要怎么设置的一个原则，而不能超出这个外墙面。那我们也那个很多的管委会来跟我们询问这个设置的方式。那不好意思，因为我目前没有统，因为他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他就可以自己设置这样防罪措施，也不用请执照。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要这样问？所以内政部其实目前都还没有统计过，到底有多少的公寓大厦是有这么做的，是因为他是12岁的小朋友，对，所以那个我们没有同，因为他也不用申请。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这条文它里面有规定，如果设置理由消失哦，区分所有权人应予改善或者是恢复原状。那我想请问，如果有多少栋的公寓大厦曾经将这个权益设施去移除掉，那代表说你前面这设施比例，如果你没有调查过，你就不知道后面这些设施比例权到底移除掉了有多少比例了嘛？应该是这样，所以内政部都还没有做过统计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哦？因为我想问的是，设施跟消除设置这两者，到底说中央跟地方政府有没有时间能力去督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之前发生很多小朋友就坠楼的事件，包括最近哦，可能父母亲一不注意，他可能就坠楼这事件哦。那也许没有这样的需，就是很多或许你认为就是说，哎，管委会他可能自行去设置就可以，也没有这样的需求。但区分所有权人，他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但有些管委会或者是有些人是租房子，而这个房东不愿意的时候，那内政部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基本上这些设施，我们赋予管理委员会要执行这样子一个公益大厦一个管理事项，所以他会将先要求，如果这个条件消失之后，他会要求这个住户把这个东西取下来。如果他不取下来，他可以把这件事情报给那个当地的地方政府来做一个执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说你们能够去努力，实际上去做一下统计，因为真的能够监督，你们人力跟时间上可能看来是没有办法负荷嘛。那是不是朝这方向去努力说，不单单只有12岁以下儿童坠楼这部分，有可能未来还有针对譬如说老人家有可能不小心坠楼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去做个统计，包括设置跟消除设置的这部分，到底有哪一些管理大厦是有去做的？这样子，因为这会跟那个产权所有权人这些都有相对的关系嘛。是，我知道那个陈委员的这个用意啦，不过问题现在就是说，有小孩的或者有老人的，他当然希望说能够家装比较好。
那其他的没有的话，或是有些人比较 care 这个房价或是什么等等的时候，他会说你这样加起来不好看，或者是小偷啊就可以这样借这个来爬进去，他们会怕这样子。所以对，所以我的刚刚我们建管组说，那我们赶快来定一个，像可不可以可以既防小偷啊，又有这个注意这个安全，这等等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内政部能够朝这个方向去检讨的部分啦，好不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委员。好，那个接下来徐真蔚委员。哎，主席好，麻烦花次长。好，谢谢。委员好。哎，次长好。这个本席还是顺着我们陈委员的，因为这个台风将近哦，尤其是强台，那花东地区哦，现在一直往南修哦，可能会这个影响花东非常非常的严重。是。那我们防患未然也必须要做，所以其实忧心是非常非常忧心。那刚才也听到我们政策在讲说，现在防灾指挥中心已经要下午要开始成立了哦。这个第一个，谢谢啦，这么重视。第二个是哦，因为现在是我们的稻米的这个现在在抢割哈、哦，然后另外我们的文旦柚，未来会受到非常非常的大的冲击，尤其是它是一年一收，那在现在是今天是农历的六月初三了嘛，初三还是初四了，眼看我们中秋节也快到了，所以几乎我们的文旦柚可能会受到一点冲击，所以希望在我们这个防灾指挥中心在农委会的部分可以多多加强，因为现在我们除了短期稻作，还有我们文旦柚水稻的部分，那可能到时候如果真的需要这个防灾这个灾后的补助的话，请从宽从速，可以吗？包委员，这个部分我会跟农委会，下午会跟农委会做说明。我们有农委会的这个科长来吗？嘿，好，请带回去好吗？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也发现那个我们新北市的火警的部分哦，是不是我们在医院还有这个安养中心的部分哦，这个安检的部分可能要拜托要加强和注意哦，因为未来长照的部分哦，这个其实未来对，这是一个国家很大的国安的问题，那长照中心以及安养中心会越来越多，所以在安检的部分可能我们内政部的部分消防署这边要加强，好不好？好，是哦，是啊，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是这个我们建筑的部分，但是针对于因为花莲哦，其实大家都知道花莲第一个地震多，第二个老人多，第三个我们老屋多，老人守着老屋，尤其是独居老人，所以在我们2006台南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行政院也推了一个这个安家雇员的方案，是、啊、那本席也知道，我们从五月就开始全国做统一做整理、嗯，然后也呈报，然后要做我们出品的部分。那请问我们次长，您知道现在进行的状况吗？这个细部的部分能不能麻烦请营建署来说明？啊、是，谢谢。跟徐委说明现在就是说第一阶段今年度的补助所有县市的这个安检的部分是这个都已经通知各县市的额度所相关的经费，请他们可以大概朝这样方面来做了。各部分这个各县市的额度都编列了，都已经。但是其实刚才本席讲的这个前提就是第一个我们老人多，第二个老屋多，是对。第二个地震多，所以在这里花东两县的部分是不是在补助的部分可以加强而且增加呢？在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第一个是这个经费大家分摊，但是花东的部分经费不多的样子。是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会 有一个劣势，就是滚动式检讨。那这个滚动式检讨也要看县市的执行能力了啊、哦，实际有需求，然后执行能力也没问题。当然，然后它的重要性又高的话，当然我们会来滚动检讨。好，我们现在这个住宅类的，我们的有房屋税级的有833万户哈、哦。那其实这些，因为今天只有五分钟，所以可能很多的地方是要省略的。那其实花莲县我们花莲县现在是提报了1000多户嘛，有关于您的这个初审的部分、初评的部分，好，这个部分。那其实
我们从我们断层带您来看哦，您说要执行的状况在做滚动式，可是有一个实际面，我们必须要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现在下午要成立灾防中心一样嘛。花莲哦，你看我们现在是全台33个断层带，花东就有8个，花莲还有5个，所以防患于未然这个部分，我们真的要做到。好，尤其是你说花东大家偏乡经济发展也不好，中央对于花莲的交通现在又汉本遗址，我们现在苏花改善道路目前好像又在停工的状态。好，所以我们现在所以再往下来看，所以这个也是科技部讲的。你看了、哦、我们看第三，我们看光看第二好了，以东台湾几率最高，7级以上那样。好，那另外第三个位在花东地区、哦、西南部3楼以下的低矮房子受到地震震度危害最严重，3楼以下。所以花东地区第一个老房子，第二个它都是透天错，第三个几乎都是这个标准，3层以下。所以是不是它等于是危险而且是严重的地方，会不会？当然是会啦。好，那这个部分我想徐委员的部分可以请县市政府也来反映过来，我们哈来再稍微已经反映，所以我们是不是请署长这边哦，这个对于花东两县哦，我们妥善处理。对对，真的妥善，而且加强力度来处理。来下一页，你看我们就是讲老人多、小孩多、老屋多、地震频率，随便你上网 Google 一下，从今天开始往回算。4级以上的地震就这么多，还有6级的。好，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本溪也担心受怕，每一次地震，我们就要想想花东两县的老人家到底怎么跑，跑也跑不动。然后我们的房子又老，独居老人又多，所以在这里中央真的要重视一下，请听一下地方的声音，然后给花东两县最多的照顾，好吗？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主席。好，谢谢。现在赵天麟委员不在场，姚文智委员，等一下，还是要先让黄昭胜委员先讲。来，那个姚委员来。来。好，主席，我想请，花市长跟许署长。好，姚员好。好，两位好，谢谢。我想今天，有关于公寓大厦管理的问题，当然有各种不同类型了哈。那我的提案本身，我想是让这个管理的基金有一个比较弹性的运用哈。是。这个，但是。部里面的意思是说，尽表尊重，尊重是支持，还是说水在里？原则上支持。啊，支持哈，好，谢谢。那我想，因为的确，他们碰到一些治安难行的部分了啊，很多因为这样，因为法令没有这样的弹性啊，这个让很多管理委员会啊。光我知道哈，就跟我澄清的，有的管理委员会光这样，他们内部就吵架吵了快3年，啊，那邻居都反目成仇。这个有时候我们法令要尽量配合时代哈，这个因势调整哈，这我想这个是应该大家可以支持啊。那另外邱志伟委员的还有。卢秀燕委员还有李燕秀委员，他们大概都注意到了这个外墙脱落这个问题了哈。那当然我们今天修啊，就是让他在多久的时间内要定期维护，然后要提报哈。但是我在想，以台北市这样的例子，甚至我们立法院哈，这个花市长还没有来哈，我们在上个会期就因为。这个那叫什么霸王寒流，好，突然我们的气候跟过去不一样，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啊。那忠孝东路闹区啊也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土法不足以自省啊，说真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即使这个修了，好，
我看内政部的报告说开了六次会议，是啊是，大概有没有比较积极的做法？是不是可以也让本席了解一下？而且署长也请坐啊。是这六次会议，当然就是说五会就是希望在公安申报的时候能够怎么样去落实它了啊？基本上还是这样。那可能有一些没办法共识的，比如说，当然地方政府啊也会一再的提出说啊，那我的人力啊，或甚至的经费啊，那你这样子规定的太严，我增加了这等等的，可能地方政府也有这样的声音了。那我们是觉得说这个还是应该要定的啊，还是要定的，毕竟，譬如说啊，这个刚刚那个姚委员说的哈，立法院不适用这个公益大厦条例啊，所以你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应该在还是建筑法系的建筑法七十七条嘛哈，对，七十七条，还有这个就是它的执法啊，公安申报的那个管理办法里面来考量看怎么样比较好一点的。这说实在，建筑法里面已经有这个规定了，是，但是执行的情况怎样？对，现在就是看起来哈，这个还是执行，就是说还是没有去定期啊，好，然后尤其是老旧的部分，到时候大家也没有去把它全部列管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第一个，你要很快的，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规定15年，那你这个地方政府为什么增加人力？他每一年他都要去 check 说，哎，是不是有新增加进来的？哦，那会越来越增加。那我换个方式问你了啊，是。就是我们建筑法第77条有这样的规定，那公益大厦现在我们正在修哈，那公益大厦条例我们其实是没有法则了，是啊，那建筑法是有啊，是有，哎，是比较好。那我们过去，我们当然是上次我们可能比较，因为包括在立法院哈，包括比较重要的地区有剥落的情况，是，那恐怕我们的啊，因为瓷砖的运用了哈，是。瓷砖的运用，你拢更多专业哈。瓷砖的运用其实也是一个时期的这个建筑的风格跟特色。是，那从日治时代就开始。那发展到今天了哈，发展到今天也到了一个真的你不得不去正式面对的时候啊。所以这段期间呢，到底罚多少了？我们到底过罚过多少？你？没有，这也都是最近的事情而已了，大家不知道这近。就是我的意思说，你77条有没有用过了？那当然，这也是地方政府的职权啦。那有没有这样的统计？应该像霸王寒流这次有，台北市有两件有划了，开划了。台北市有两件，台北市像这样这个瓷砖外墙的建筑是，好，应该有上万几万栋吧？对。啊，有剥落可能的，有剥落的，有剥落可能的，有统计吗？当然，这个是就是刚才说的嘛，就是说还也没有进入到这样子。那现在如果这样，这个执法定或是什么的法定了以后，那当然县市政府就可能他这个工作他一定要做。Okay, 好了，没关系，我请次长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次长我是觉得这样了，我们今天这个法当然是往。这个方向修了哈，那我刚刚也看到你都有在点头，好，我是觉得这个看似不大了哈，看似不大，但是也不能说完全轻忽了哈。那一个比较积极的作为啊，由中央然后来带动地方政府啊，那怎么样来让这个公寓大厦或者是公司部门的建筑啊，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能够谨慎以对，哦，那也不是只有极端气候啊，台风或者是年久失修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现在我觉得台湾都市的建筑现在都普遍面临一个这个时代的考验啊，这个时候到了啊，那这个时候应该比较有积极的作为啊，不管是法规或者是调查甚至补助啊，这些方面我想请这个次长能够整体来研析来做一个处理的。是，报告委员，我们一定会全面的来面对，因为这是一个接下来会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现象，绝对是的，我们会认真面对。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黄昭顺委员。主席，我想请次长。各位同仁，我想我现在是真的乡人为国开始质询，
其实我今天本来早上我是这个宠物条款禁养宠物条款的共同提案人，但是我忍住了，我也没有做提案说明。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跟次长讲哈，因为我们如果这个东西当中有宠物歧视条款，其实是不理想的。第二个就是说，在网络的民调，我们有看了一个网络的民调当中，大概有87%是支持我们做修改的。那刚才你有做报告，就是说把这个动物改成宠物，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接受。是。那看怎么样，等一下待会儿怎么样来处理，我想我都没有特别的意见。我们只是希望今天能够把宠物歧视条款把它拿掉，然后相人为国。我觉得这四个字很好笑。那接下来我要请教这个，因为上个礼拜大概有几件事，也是跟我们公益大厦 的管理当中有几件事是直接影响的。第一个就是大概在5月23号的时候，宜兰大学的荣总骨科医师从体育馆1楼到2楼的时候掉到电梯里面去，结果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我想你应该知道。是。那在2013年，高雄有14年的电梯，结果他的妈妈跟小朋友一起都掉进去，结果一样没有办法处理。再来就是前两天还有一对情侣档在电梯吵架，结果他那个男朋友跟他一推，结果那个女朋友就掉进去电梯的那个窟窿里面去。那我想这个显示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车辆都必须要汰换。是。那我们的电梯要不要汰换？我想这个案子里面大概今天没有提到。是。那怎么样在未来做得比较周延？我希望那个次长能够再把这个部分补上来，否则这些事情是不断的发生，这些悲剧也不断的在发生。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哈。是。第二个，刚才我想新店发生这个安养院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嘛哈。那现在大概已经有死亡，然后意识不清的非常的多，所以未来到底在整个公益大厦的多什么样的楼层可以做安养？因为我们即将面临长照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个痛定思痛 的想法，去做一个比较更妥善或者更安全的处理方式？好，次长可以这样做吗？好，我会针对长照的这个设施设备的空间的位置做一个检讨。那我也希望等一下你大概今天应该主席限制我们5分钟，应该很快就会结束。我希望你能够到现场跟消防署去看看怎么样我们可以协助，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好，我希望次长能够做到。应该你们现在有人在现场吧？那一大早7点1分发生时，我们大概消防队是不是7点12分就已经到现场了？好，我希望你们等一下再去协助处理哈，因为我觉得这还是蛮紧急。是。那第三件事是，有很多电信业者，因为我们那个有规定，就是电信法第32条有规定，说经过公益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就可以同意，就可以设基地台在那个楼层。那我想这个部分大概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住户是反对的，而且是不同意的，所以产生许多的纷争出来。那我在这里要请教你，因为如果我们电信法32条这样规定，那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个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第33条，因为这个也不在我们今天的提出来的条文里面，那电信法第32条可以凌驾我们公益大厦管理法的第33条吗？可以凌驾吗？可不可以凌驾？对不起，我还是请建署回应 好。对，就是关于基地台，虽然管委会也许做成这样子的决议，但是依照我们的法条，还是要顶楼啊的这个全所有权人的同意，他还是要取得这个。我想哈，那个次长跟署长，因为这件事以往就是没有让所有权人知道，所以有很多的所有权人完全是在状况外。所以就产生许多的纷争出来，所以今天本席要问的就是说，公电信法32条可不可以凌驾我们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第33条？可以凌驾吗？不行啊，这个一定要两法都同意都可才可以。所以换句话讲，其实有很多的住户现在是不同意的，所以本席在这里具体，我希望内政部能够做全面的清查，在所有公益大厦顶楼设置电信基地台，而这些基地台当时并没有让那些住户同意。那我希望，因为这个部分已经涉及到
那个辐射的问题，所以造成很多健康的一些疑虑。我希望内政部跟我们营建署就这个部分做一个统计跟规范，以及刚才本席所提的，就包括电梯跟我们所有安养机构当中有多少设置在大楼的上面。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安全疑虑跟安全检查，应该是我们必须要列入我们内政部未来在整个施政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希望悲剧不再发生，我们希望整个电梯未来到底有没有连线的保固，我们希望都能够做出一定的规范出来。好，我不占用大家的时间，我还是乡人为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洪忠义委员。主席，请花次长还有署长哈。委员好。那个，次长，我想哦，今天我们这个根据你们的报告内容哈，大概有几个，大概有四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外墙，是这个外墙面防坠的设施设置嘛哈。那我想看到你们的那个报告，你们是支持嘛？是，你们并没有反对哈，因为这个是把幼童跟老人的这个安全结合在一起的哈。那另外哈，就是在强化外墙的部分哈，你们认为说如果那个院内有共识的话，你们是会尊重了。那原则上看起来你们也是支持嘛哈。我们比较偏向是回归到建筑法的系统，可能会是更完整的规范。但是你们还是会支持，会尊重支持吗？是。那我想哦，在那个动物宠物的部分，我发现你们是不支持今天所有修正的一个内容，你们是认为说应该维持现行的规定啊，是不是这样子？是。那第四个部分哈，就是包括公共基金的管理哈。你们是尊重啦，你们是希望说如果有共识的话，你们会给予尊重。那我想本席就针对这个强化外墙安全的部分来跟你们讨论一下。那我想就是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公告，是不是这样子的公告？它就是上面写到警告本栋大楼外墙瓷砖恐掉落情势，请勿停放车辆及人员通行，如有损伤，请自行负责。那这样子的公告可以吗？可以解释一下吗？对，请署长。当然，这个尽在这栋的大楼的管委会，他是尽这个责任了。只是说，他围的那个范围是不是够安全？就是说，掉下来的那个围篱是不是够？但是基本上警告，当然哈，已经算做警告标志了。我们认为是说，他起码做一个哈，一个他的一个应。所以你现在认为说，他有这样子的公告就可以免责了嘛？是不是这样子解释？但是如果还是有到危害公共安全的话，那当然还是不行啊。我想哦，因为这样子哦，会让民众有一些误导了、啊。其实哈、哦，有一些那个瓷砖的话，它如果突然掉下来，很多都是闪避不及啊。是啊，如果闪避不及的话，这个大楼有这样子的公告，但是他有时候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危险的情势，就有可能发生了、啊。那我想哦，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权责的话，那到底是管委会还是住户，还是这个建物的所有权人？这个当然就要看那个部分。如果共用的部分当然就是管委会，如果是专有的部分，那当然就是那个专有的区分所有权人，是基本上应该这样。我想、哦、那个刚刚那个次长有讲到、哦、有这个部分、哦、你们是希望说回归到建筑法嘛、哦、那在于这个外墙瓷砖剥落，它是属于重建、整建还是修缮，这三个选项它应该是会归类哪一个选项？它是变更，等于是外墙的使用啦。那个也有建造委，当然也要申请杂照哈、哦，类似这样的还是要的。所以修缮啊、哦，或是到重建，其实都有可能，就看它的规模、面积等等啊，这个还是有看它要怎么去、哎。基本上这样。那我想那个我们部里哈、哦，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哈、哦，有一个资料了，一个有发布一个资料哈，就是在1月23日到2月4日哈，
那时候刚好有一个霸王级的寒流嘛，全台有123栋建筑物的外墙瓷砖剥落，那其中有2栋砸伤路过的民众。那我想哦，另外再包括说，今年的四月也有发生，今年的五月也有发生啊。那这123栋建筑物发生这样的状况，甚至伤及路过的民众，我们后续追踪的状况是怎么样？后续追踪的状况，当然我们已经也请地方政府，就说这个全部当然要列管了，依建筑法要列管。那现在也启动，就是说在公安的申办办法里面，原来没有这个外墙的剥落这个危及公共安全，我们现在要把它这个入到这个执法里面来，大概这样。我想列管当然是必然的啦，问题是说他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你们有后续再追踪吗？这个当然以基本上职权是在地方政府，但是我们会有这个督导的这个责任，我们会当然会去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本席今天会这样问是因为有这123栋的这个住户跟本席来反映的啊，我想说是不是说我们部里啊，我们署里继续的加强追踪该修缮的要修缮，该整建的要整建这个问题希望说部里可以赶快来解决。好，好，谢谢。谢谢洪委员。好，接下来陈昌明委员。大娘。对啊，龙车来，那个洪委员来代主持一下好吗？主席，各位列席的官员，各位委员，大家好。首先有请我们花处长，还有我们原建署徐市长。好，陈委员好。好，大家好。我想啊，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拿出来非常好。今天讨论大概有三种，一个是公共基金的管理，一个是宠物，一个外墙破落。但是我现在听处长您的讲，跟市长，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哦。第一个，我先讨论到公共基金管理。那姚委员提议出来的利益良善，但是你都没去跟我了解事情。现在一栋公益大厦里面有所有权人跟使用者，等于租房子的啊，这管理委员会里面又分为好几种，所以你在这样的状况出来的时候缴那个管理费用，到底是所有权人在缴还是使用者在缴，这东西问题会牵涉到你们这个法令适不适用的问题。所以姚委员这个利润非常好，但是如果你说把它拿去信托，我跟大家讲，没有人要去当主任委员，没有人要当管理委员会的总干事，挂挂钱的，哎，招来招去，那非常的麻烦。其实很多人都不当，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是支持姚委员他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在修法的话，不能片面，不然会造成公益大厦里面管理委员很多的问题出来。这个信托应该不是只说强制全部的基金都要信托嘛，而是局部的部分呢、啊。那必要的这些日常执行的这些费用，应该还是在这个啊，你要按照那个定义的，所以这个话不能去想一半，手脚都不能动。是，我是讲的很真的，你们要了解实际运作的情形，都市的公益。大厦的管理委员会跟我们这乡村的大厦管理委员会，它的形态不同啊，所以能够啊来安内的后啊，好好的去讨论怎样做出来才能有效实际的，好不好？是是。第二个管理宠物啊，这个关系到很大。我觉得大厦里面自治条例，他如果自己所有的人出来开会说，管理委员会说哦，我不能养宠物的话，啊就不要养。哎、啊，养的话，他们一定有规定的期限，所以这个你把它规定的很死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多行不通。现在到哪个地方都有小那个小猫啦、小狗啦汪汪叫的时候，你去啊管制，你刚好引起很大的反感。所以在这块，我们在从事的时候要修法，修到实际有用的，是，好不好？是啊，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是，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大楼外部那个外墙啊的检验，我所有看你们的法令里面了、啊。我现在请教，处长、董事长，你们在第二页里面的报告写到，如果公益大厦者
也得去问所有权人会议决议，要求管理委员会的维护。这个所有权、使用权，在大我刚刚谈过，大厦里面有管理会分作好几种，好维护无正当理由未执行影响支付权利者，依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48条，处罚主任委员或管理负责人。你敢下去出来？没有人要去做了啦。我跟你讲，这条出来没人敢去做。我跟你讲得很明白，因为他是受托是一种义务啊。是，好不好？你要注意到这样的情形，你下出来没人要做，你以后的公益大楼，公益大楼大厦的话，你要如何去管理？是，好不好？了解，了解。我把你点出来，你还能怎样？没人要去做。好，了解。好不好？我跟你讲一个实在，是大家都惊了啦。还有，你现在讲到哦，公益大厦那个外墙剥落的事情，你们有处罚有检查，没给他抓。一栋公益大楼不是在我地方这个地方掉落下来，没人去管。啊，你说要所有权来负责，那么一大片的面积，大家去负责那一块，而且小块的成本非常大。你们只有处罚，只有检查。但是你没有办法有解决之道，安尼我跟你讲，好不？了解了解，我们会加强辅导。你加强辅不是加强辅导，钱最重要。是，都市有钱，台北有钱，他没有关系。我问乡下没钱，多一点吃的钱，阿格力捞一片。我们偶尔有这样的案例，也要麻烦你帮忙。我是跟你这样建议，政府三分之一，建商盖好的时候，依照面积提成在那边。好，还有以后的支付三分之一，你这个外墙的脱落，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无你讲遐多收钱，噶不要紧，整噶无钱，确确实实非常。之外来讲，署长，你看我这个建议怎么样？当然，这个是政策啦。如果政府要补助三分之一，这个我就看。啊，你我跟你讲，你别人讲安尼啊，你们都市里面拉皮拉皮要弄得很漂亮，哎，不是补助吗？这个比较重要。我那个有补助、啊。那个补助要不要补助都市的？补助我们的乡村的，因为我今天那个补助拉皮，有钱人天天去做脸，我们乡下人每天都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了解。那边安尼个循环，就下面较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一边的话，我们要真正有效的办法，不然你要被纠问的整台要去出警就拍出来，大楼管理委那个管理会啊，有时候都缴不出来，你们老多去了搞人询问整台，所以我特别把这一条来拉皮停止，全部整任那个乡下的地方有大楼，我们大楼也不多了，台北市那么漂亮，拉皮补助都市的新北市六都补助那么多。拉皮都要取消，把围墙都要检验，费用把它加强。啊，尤其在那个，农业县市的话，哈、哦，把它加强，不多，花费不了那么大，是，好不好？因为我晓得外面你要拉皮那要弄好，都要花了很多钱呐、啊。是，而且呢，他要用价搭起来，我整看那花结晶。你多起人有钱，唔通往安尼看法来，安尼好不 ？OK， 谢谢。啊，了解要搞到改进嘛。会努力，我你唔能够了解安尼就好啊咧。问嘞，我们会规划，好不好？我是讲得很诚恳、很实在，我把问题点出来啊。是，觉得好像为都市在修的啦。好不好？这一点我希望特别啦，你拉皮来做检验，这个比什么还重要啦。有钱人天天做脸，啊，我们乡下看他掉下来，没有钱，天天愁眉苦脸，改进一下啦，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委员。陈其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次长跟署长。次长、署长。好，陈委员好，这个两位好。我是放一下那个广告，好不好 ？A7 的租屋广告。A7，A7， 那是护照而已，护照可以租。来，护照没问题。好，这个两位好哈，
我大概搜寻了一下这个租屋网里面的一些资料了哈，大概在我们现在的合一住宅 A 7里面哦，总共有85个物件，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购买户取得 A 7的住宅之后，然后有些还没取得，那他就在租屋网在登广告，他房子准备出屋。好，这个是在 A 7的这个部分，大概我简单很快的看了一下，至少超过85户的这种。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好，这个大概是简单先跟这个次长做说明，是，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当时啊在福州，总共政府出资89亿向农工处购买，好，然后149亿卖给日盛生，政府口袋赚了60亿，那林口呢，马政府花了244亿购买征收土地、补偿地商务、整地公共设施，再313亿卖给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新建房屋或厂房，那从中间大概赚了大概70亿左右了啊。那我们过去啊，在马政府时期的所谓的合一住宅政策，那变成说官商勾结的祭品啊。你光这个福州合一住宅啊，建商赚的大概是有70几亿，甚至有高达100亿啊。在啊这个 A 七这几家。这个大型的这个建商啊，这个算一算，基本上大概也脱不了，大概赚了大概60亿、70亿左右。那换句话说，整个这个合一住宅里面，建商因为低价取得土地，好，然后转手就卖给这个承购户啊，大概就赚了好几百亿，好，那。叶世文后来因为爆发官商勾在桃园爆发官商，本来他桃园还想盖合一住宅，那他就把它停掉了，社会哗然，引起社会哗然，成为黑金政治温床以后，这个他就把它停下来，所以就变成剩下福州跟 A 七，所以我们现在来检讨这个政策了，是啊、哦，是那现在啊，这个房子大概 A 七大概一坪大概15、16万，那他现在有的在卖，那有的在租，那转手之间啊他就有获利、哦，所以我要求，哦、就 A 七跟福州这个部分，假如有转卖，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营建署要查，要去查查看，说这个到底是哪一些是转手就转卖，啊，不猜东西，但你还得用黑啊，有的用以租代买、哦，先用签了一个假的所谓租赁的契约，实质上它就是一种所有权的一个买卖，或者是这个几年后的这个附条件的一个买卖的一个合约啊，我想，不太清楚你卡下这集。了解，好，这个部分我们会设法再去加强追查这个现在的状况。好，因为依法是不可以转卖。好，第二个，好，我也要求说我们政府啦，好，把福州跟 A 七这几个案，真的是好好的把它算一遍。好，从成本效益啊，我过去讲了好几遍啊，这个市长可以调我的这个咨询出来看啊，这一些相关的这个当时的成本低估成本。哦、造成建商暴利可图，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要好好的彻查。那假如真的有不法，哦、我们要把这些内鬼抓出来，然后移送检调侦查。所以我要求说，我们的新政府，你必须展现一个跟过去截然不同。那过去这些长期这些积弊讲了也没有用啊，我在委员会讲了好多次啊，讲的都没用。那我要求说，这个我们新政府拿出改革的魄力啊，这个部分要好好的彻查，是好不好？假如有官商勾结，或者是图利。建商的这个部分应该要移送，好不好？是，好，好，我们会试着。那第三，这个购买户的相关的这一个，因为他包括补强计划被退了9次，第10次的会议通过啊、哦。那这个有关建商的这个责任呐、啊，当时因为大家打开的报嘛，一跟永永哎，快让把这个建筑安全符合要求之后，这个部分能够赶快解决这些问题。好、哦，那我觉得我们要必须是再重新检视一下合约。好、哦，这两家的建商，这两个这个建案相关的这个建商，有没有按照当时合约的一个规定？好、哦，那假如他违约，好、哦，没有就这个包括整个啊、交屋的这个品质跟整个补强计划，这个我们必须是按照合约精神好好的来落实，该罚钱就要罚钱，好不好？了解，会，好，会，好，我会。那最后哈。哦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好，马上我一分钟的时间我就结束哈。我们在那个台南啊、这个2月6号的地震之后，我们行政院跟我们内政部有做了一个私有老旧建物
耐震安检先行计划就开始在做。啊，那这个是从89年跟97年建筑物实施耐震能力评估及补强方案里面，包括一些公有建筑，他先做，因为是公共安全嘛。那，啊，现在我们把他的这个劳务建检这个扩大到私有的房屋嘛，对不对？这个署长很清楚嘛。对。啊，好，我希望啊，我们这个啊内政部，啊，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月或两个月内，你这检查出来，要不要处理这些大问题啊？我现在把这些房子，啊，这个你检查说这个耐震度有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是危险建筑，啊，这个怎么样要做一些后续的这个处理，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必须做一个检讨。好，看能不能在一个月或两个月内，这个次长，我举一个例子哈，现在高雄市哦，我那盐埕埔啦，哈，盐埕埔做侪老厝啦，因为老厝一检查哦，有啦，它的重建，哦，它可以用这种简易都更的这个方式啊，它可以重建。但是啊，现在高雄市的自治条例里面，它的都市计划施行细则24条，你必须以现行的容积去重建，所以这问题就来啦。那你重建现行的建筑物容积一定是比过去来的低，普遍来讲是比较低嘛。那你加计的容积奖励，你也不会超过原来的容积啊。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原来可能7楼，那你现在重建的话，只能变成5楼。阿里安那上面搞得起，对不对？那各县市五都或者是台湾省，这个大家规定都不同。所以我大概6月17号，我邀集我们这个营建署的这个好朋友了哈。这个法令上，哦，我举这个例子了哈。就有关包括说我们在老屋建检之后对于这些危险建筑物的安全检查，这些相关的配套的一个怎么样让它去很快速的重建，怎么样提供更优惠的一个设计的制度，哦，让这些建筑赶快能够去重建嘛。不然你检查出来都不好啊，我们现在每天困在说啊，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公布，危险建筑能不能公布，哦，但是却忘了说我们未雨绸缪往下的，包括说我们是不是在都市计划法或者是都更条例里面，这些防灾型的都更怎么样去扩大它的适用对象，能够把它纳入简易都更，譬如说结构安全、耐震度等等，这个部分都把它一并纳入考量。不是说风台的淹水，啊，就说啊，防灾型都更，那个李鸿源部长以前在讲的，啊，现在地震来又地震，一次性的把这些所谓的这个防灾型的都更的这个精神，把它纳入简易都更，让在法令的这个松绑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建筑物能够趁这次老屋建检之后，能够做一次彻底的一个改进。好，谢谢委员提醒，我们会努力的去往朝这个方向去推动。好，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林立禅委员不在场，吴其明委员。主席，我请我们的花处长以及我们营建署的习署长。好，委员好。处长好。市长啊，市长，针对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哈，公益大厦第8条，咱12岁以下的孩童的住户阳台，哦，伫不影响咱的逃生，可以设防护网，哦，针对这点，但是咱还佫真侪咱的公益大厦内底，真侪咱的失智老人，是毋是咱比照这12岁的孩童以下，哦，这个防护网？好，第七点，我请咱次长回答。我原则上我们支持，支持吧，啊，是好，因为真侪咱的公益大厦真侪问题哈，包括讲过去哈，真侪咱的独居老人的问题，尤其独居老人伫咱台湾普遍哈，啊，咱的素质拢一直提高，包括咱的蔡英文总统哦，伊所过去的政见哦，老有所养，哦，伫咱老人哈，尤其伫公益大厦内底，哦，我讲吼最近哈。嘛，这嘛是咱内政部提供的资料哈。尤其呢，伫咱的紧急通报系统，紧急通报系统，咱全国有47,666吼例个，但是有咱的紧急通报系统有装置的，哦，咱的各县市比例才13%，
哦，这种明显的偏低啊。尤其你独居老人，他就是哦一些疾病临时爆发都没办法去掌控，所以讲伫这个部分，是唔当讲落实讲，伫咱所有的独居老人这个系统，让大家建构完成。处长，这有法度无？我想这个这部分哦，一部分是老人家要不要让你装了、啊？我们当然就政策上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推动这个事情，但是这也要涉及到是对方愿不愿意让你装设这个部分，所以当然这个方向上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哦，尽可能的去提升那个装设的比例。因为你这哈势必哈，现在独居老人哈，这独居老人未来哈，在咱这社会一路来是这一路靠的。是。啊，所以讲为了要确保讲独居老人伊的安全性，因为你知老人家拢上惊跌倒嘛。是。哦，尤其一些老人疾病随时要爆发，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伫这紧急通报系统这个部分是势在必行，一定要赶紧推动，是，好不好？好，好，是。因为佮针对于讲哦，真侪咱的。尤其即马真侪咱的公益大厦有存在的问题，吼、哦，本身伫咱地方上拢非常清楚。尤其着是公益大厦内底真侪条例的问题，拢是需要来做修改。啊，有真侪问题，嘛拢显示着讲平衡时真侪，吼、哦，包括咱的大厦里内底基地台的问题。嗯。真侪基地台拢是咱的通讯业者拢透过管委会，但是伫管委会答应来制定合约来装设。但是真侪租户无了解啊，是安怎？阮厝的楼顶有一个基地台，啊，造成大家都知道说有这个电磁波嘛，好、哦，造成讲一些住户的恐慌，是不是讲未来咱会当讲去明定设置基地台，一定要伫这一栋的大楼的区分所有权会议来对，让咱住户因来同意，吼、哦，咱才来实施，吼、哦，这是不是安尼？当讲确保着讲住户因住的品质，甲因的本身。哦，因的身体，哦，这个、大家对因都无这个疑虑，哦，因大家拢来了解讲电磁波的问题嘛。区分所有权会议同意。包括要区分所有权会议，这是一定的啦。那另外啊，各位顶楼的所有权人嘛爱同意，这两个拢爱完，拢爱通过，其实伊才会使，才会使到迄个基地台啦。啊，当然即嘛一挂社区无一定拢照规矩落去做啦。所以这他都要嘛，委员就咨询我们邓铁设，我们会设法哦再去了解。我们就把它明定嘛，哈，一定要区分所有权会议哈来对，好，咱的住户大家都来了解嘛。是，好，伫这个部分哦，咱一定爱推动。好，啊，搁再来，大家拢咧关心的，就是讲吼，咱这个大楼哈瓷砖哈会剥落的问题，伫这个部分吼，咱要安怎去防范？因为毕竟很多老旧的社区啊。包括拄啊，咱的周围嘛讲啊，真侪大楼拢有产生这个问题。过去嘛，曾经嘛是有因为瓷砖落来去造成人命啊。啊，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咱营建署要安怎来防范，要安怎来推动，要安怎讲吼，伫咧起路咧行，会当讲安全，让民众会当安心。好、哦，这我请咱司长来回答。好、哦，好，跟委员啊说明一下哈、啊，就是说现在当然。基本上我们原来也是有曾经哈也想过说，要么就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来定，但是后来只是考量说，哎，全国啊类似这种大楼的啊有好几十万栋啊，将近七十几万栋，但实际上啊全国公益大厦大概只有不到四万啊，3.9万多啦，所以考量这样子是没有全面的来啊来这个照顾到，所以我们现在是比较倾向于启动用建筑法的。执法就是公安的报备管理办法，目前是没有定这个啊，这个像类似的外墙的这种瓷砖剥落，我们希望把它入法化。那现在已经啊在跟地方政府啊寻求看啊能不能大家有共识的条文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用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老旧的大楼哈，我们都还有一个公安检查嘛。是啊。好，是不是讲给当明定的公安检查来对哈，把它包含哈这个项目了，脱落的这个问题也一并解决，好不好？好，好，阿克姐问对，但是咱大楼存在就是一个基金的问题，有的大社区哈基金都上千亿，有的甚至上亿，啊，所以讲这基金要安怎来管理，让啊很透明，保障我们所有的住户，他们这钱嘛是拢因缴出来，要让因讲金额搁较透明，是不是讲会当个规范讲，好找一个信托公司还是第三好公证单位好来。来代保管，嗯，好、哦，是这个部分哈、哦，这拢是未来咱来进步，咱拢爱去思考，因为有真侪吼，咱的基金
的委员会运作变成亲水住户，对他们都非常的不公平。好、哦，的确部分哦，请咱内政部哦来规划，好不好？好，是，我们会支持这个方向。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 ，Class 委员不在场，陈明文不在场，徐永明委员不在场，江启臣委员不在场，钟嘉宾委员不在场，黄伟哲委员不在场，林德福委员不在场，陈廷飞委员不在场，郑天才委员不在场，吴志扬委员不在场，郑明忠委员不在场，卢秀燕委员不在场，蒋乃馨委员不在场，赖世宝。赖世宝委员不在场，李彦秀委员不在场，邱志伟委员不在场，林俊宪委员不在场，郑玉鹏委员不在场，管碧玲委员不在场，钟孔绍委员不在场，蔡宇委员不在场，王惠美委员不在场，罗明才委员不在场，李玉玲委员不在场，何新存委员不在场，张立善委员不在场，黄国书委员不在场。高露以用委员不在场，孔文吉委员不在场，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徐正卫、林立禅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另请这个相关单位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另请以书面答复。那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由于提案的委员多数不在场啊、哦，那我们审查议案必须尊重当时的一些提案的委员啊、哦。那我们明天啊、哦，我们的下次的会议，我们再来进行做逐条的处理啊、哦。那另外这个这个因为这个台风，应该是在明天今天凌晨嘛，会发布海上陆上这个台风警报啊。哦，那明天假如我们审查议案顺利的话，假如有委员啊想去这个了解一下防灾中心的一个运作了哈、啊，这个他们的运作我们去啊，那这个假如委员兄想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整个防灾的一个准备啊，那明天下午假如有空的话，我们就委员会啊这个。这个我们委员会再去防灾中心去了解。好，这个我先跟各位预告，也请行政部门这个防灾优先了，那委员去的话，我们就很低调的大概了解一下整个防灾的一个准备状况这样。好，假如有委员要去的话，好，那假如没有的话，那就因为大家其实都可能都会回到选区里面去，红台北来大概算区也较无闲了，来好，就看大家的时间怎么样。好，好，还有赵天麟的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好，好，散会。重要还是外墙重要？
外墙另外一些，就是外墙、火墙这些建筑上面。